大家好，我们是 Wacky Boys， 这次要挑战我们的街头魔术秀，精彩的魔术即将献给大家。一个瞬间转身 ，Hey guys， 我来了。Hi， Hello。这是一副扑克牌，就在这个位置。仔细的检查一下，很多人说魔术师要做手脚，有鬼牌，有鬼牌，不用管他，没管他 ，OK。现在哦，我会瞬间找牌哦，看好啊，瞬间找牌，顺，找到了，来拿着梅花二，我拿着黑桃二，秀给你的朋友看，是不是梅花二？梅花二吗 ？This my show。黑桃二，重点来了，所以现在你的老二是不是比我小？真的哎，我变晚了。哦，表现得很棒哦，谢谢。你变个魔术给你看，很精彩啊！这边有副扑克牌，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很完美，很精密的。给你一张梅花二，我拿一张黑桃二。来，这张是什么？梅花二。哎，我拿这黑桃二，看一下，没有错哈，确定没错。所以现在对镜头秀一下，你是不是梅花二？我黑桃二。重点来了，你的老二是不是比我小？对吗？好，变完了，那继续尿尿，很棒。表现得很棒，太棒了！你的老二是不是比我小？对。好，变完了。太棒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老二小其实也不是什么过错，四年研发出来的魔术，研发到我头发都变长了，还没有在世界上公开表演过。还没有，这我第一次表演，拿着这个梅花二，怎么有个 Joker？因为是刚买的，刚去 Seven 买的，太 detail， 谁想知道？不要告诉我你拿什么牌哦。我拿黑桃二，你拿梅花二，没问题，你自己要看，自己要看。仔细检查一下，不要给我看到。不要让他看到。是梅花二，是梅花，他刚刚已经看到了。所以现在你的老二是比我小，对吧？对，你老二是不是比我小？对，你的老二是不是比我小 ？OK， 我变完了，好，你老二比我小，太棒了，谢谢你，表现得很棒，你表现得很棒。拍一下落寞的背影。之后的天空 OK， 我变完了，变完了，你老二比我小，谢谢佑廷，谢谢佑廷，傻眼，太棒了，那对夫妻，耶，变个魔术给你看，好，哇，这边有个扑克牌，你稍微检查一下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对，好的，没有问题，哇，秀一下，小露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要挑，瞬间挑牌。你看，你拿着梅花二，我拿黑桃二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伟哥，是不是梅花二？给他贴纸，确定是梅花二，对，没错，我是黑桃二，也正确，我们一起秀出来。所以现在重点来哦，你的老二是不是比我小？你要开玩笑不是？上面牌上面是比较小，牌比较小，牌上面比较小。OK， 算你聪明，我变晚了。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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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算你我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错没错，好像好像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让我拥有了爱的家。